妈妈碰到扫地拖地你就烦恼吗？到底是用扫用拖还是跪着抹呢？为了找个合适的拖把把你搞得头昏脑胀吗？你只不过要求拖地手不沾湿，拧干拖把布不费力，三秒换拖把布，可干湿两用，拖把布面积大，握感要符合人体工学，这些功能而已，有那么困难吗？告诉你，确实不简单。要具体落实你的需求，只有一级魔法三秒快拆省力拖把做得到。一个荣获世界多国专利的拖把，绝对让你刮目相看。它可扫地拖地一次完成，越大的房间越脏的地板越能显现它超凡的能力。独创的齿轮拧干拖布设计，最轻松又不费力，双手不碰水设计，安心又贴心，拧干后自动呈现伞花状，最便利实用。让我们来比一比，比扭力它最轻松，它打破市面上所有拖把的设计理念，创新专利变速车齿轮结构，比一般旋转拖把节省三倍拧干力气，就连小朋友都能轻松上手，拧干不费力，旋钮好握好转，您的纤玉双手保证碰不到污水。比脱水它最彻底，省力驱动轮设计加上拖把布内有集水张力结构，当你要拧干拖把布时，内部张力结构会向外膨胀，如此更能彻底拧干拖把布。当然它的指挥逆转卡榫装置让你可以避免逆转，达到省力方便的双重目的。比拆装它最快， Easy 魔法三秒快拆省力拖把，它破纪录的三秒钟快拆装置可以让妈妈轻松拆换拖把布，按下按钮往箭头方向转，握住铝杆往上拉，拖把布就取下咯。比清洁面积它最大，张开拖把布后可达50平方公分，创拖地面积最大范围，加上超吸化纤棉纱可瞬间吸附污垢灰尘，具有别人要拖三次你只要拖一次的省力省时的效果。专利伸缩杆设计，家里任何死角床底都能轻松除污除尘。比用途它最多，拥有全球独家研发的超细化纤棉纱可干湿两用，拖把布脏了瞬间替换，厨房用湿的，客厅用干的，湿的除污垢，干的吸灰尘，扫地拖地一把搞定，绝对是别人办不到的哦。打扫完毕后只需将上齿轮杆插入外杆就能自然晾干，不需倒立晾干，这个聪明设计也是独一无二的哦。比专利它第一， Easy 魔法三秒快拆省力拖把是荣获德国、日本、台湾、中国等多项专利的拖把，拥有多国专利的背书才是品质的最佳保证。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第一，往地上轻轻敲一下，省力旋转握柄会下滑到松开的状态，让拖把布呈现半开启状态，此时放入水桶浸湿拖把布。第二，拧干拖把布，将上段的锯齿握杆插入省力旋转握柄内，顺时钟转动省力旋转握柄拧干拖把布，转到最紧时再将省力旋转握柄往下拉离锯齿杆，呈现上下两段握柄分开的状态。第三，再用两只手指头轻轻握住展开环，然后放开另外一只手，让拖把自行旋转向下，此时拖把布将自动完全展开，您就可以轻松打扫家里咯。现在就请这些身经百战的婆婆妈妈来告诉您体验 Easy 魔法之后的肺腑之言。它比较好拖，而且不会那么费力，手比较不会去抱到水，也比较不会去抱到三分水，这个拖把开始做好用了。啊，真正好用，因为家里有养狗，所以尿尿什么都很臭，然后一开始我们都是用传统的，可是传统的很不卫生，都要用手清理，手都很脏。结果在大卖场有看到一只这一种的，他们也是说这个不用用手清理，然后可以用转，可是你看一转它也是这样子翻的，然后要拖的时候它是整团就一小坨，也是不好用的。嗯，布架也打开了，这蛮好用的。这只拧起来很轻松啊，嗯，也蛮好操作的。嗯，这个拖把我要清理就好用了。好好用哦。
哦，这个拖把够好用的呢，啊，走路够轻松哦，哇，啊，够唔免绑手，绑个手好缩缩，动不落。哦，这个好用哦，袂歹用哦。哦，真正足好用的，赞的。Easy 魔法三秒快拆省力拖把，拥有最理想拖把的所有要素，比扭力它最轻松，比脱水它最彻底，比拆换它最快，比清洁面积它最大，比用途它最多，比专利它第一。Easy 魔法三秒快拆省力拖把是妈妈最后一支拖把，有了它清洁除污没烦恼。